蔡依林，本名蔡依林，英文名 Jolene， 出生于1980年9月15日，台湾省新北市，华语流行乐女歌手、服装设计师，家中排行老二，有一个姐姐，父亲从事会计工作，母亲从事医疗工作。蔡依林毕业于景美女中，并以保送方式进入辅仁大学英文系。高中时成立 Twister 乐队，1998年4月夺得新生卡位战冠军，1999年3月签约环球唱片，1999年7月推出首张 EP 和世界做邻居，发行两周销量超过20000张，1999年9月推出首张专辑 Jolene 1019，发行首周销量超过60000张，接连获得亚洲唱片、玫瑰唱片等销售榜冠军。2000年推出第二张专辑 Don't Stop， 截止2000年6月，该专辑在中国台湾售出50000张。2001年8月15日与经纪公司终止合同。2002年2月签约唱片公司新地音乐，经纪公司天西娱乐。2002年8月发行歌曲《骑士精神》。2003年3月7日推出第五张专辑《看我72遍》。2003年3月9日主演的电视剧《嗨上班女郎》上档首播。2004年2月27日发行第六张专辑《城堡》。2004年8月7日开启 J1 世界巡回演唱会。2005年2月4日首次登陆央视春晚，献唱《爱情36计》。2005年4月发行第七张专辑《J Game》。2006年5月推出第八张专辑《舞娘》。2007年2月17日再次登上央视春晚，与陶喆对唱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。2007年9月21日推出专辑《特务 J》。2008年4月参与演唱《北京欢迎你》。2008年12月签约华纳唱片。2009年2月成立服装品牌 72 Changes。2009年3月推出个人第十张专辑《花蝴蝶》。同年，蔡依林和锦荣恋情曝光。2010年4月担任上海世博会台湾馆代言人。8月13日发行第十一张专辑《Myself》。12月开启第三轮巡演《Myself》世界巡回演唱会。同年，蔡依林入选日本十大宅男女神。2011年12月31日首次参加大陆跨年晚会。2012年9月发行第十二张专辑《Muse》。2013年5月22日获得第2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、最佳国语专辑奖、最佳年度歌曲三项提名。2014年11月14日发行第13张专辑《呸》。2015年5月开启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。2016年11月和锦荣分手。2017年6月20日首次推出电音单曲《We Are One》。2018年12月推出愧为乐坛4年的专辑《Ugly Beauty》。2019年，我们将持续关注蔡依林。